个魔刀神技这么厉害，看起来也太假了吧。各位兄弟们，你们有没有用过那个魔刀神技？这个魔刀神技我是没有用过，但是看它很厉害的样子，所以买了，开箱。它是这个样子的，这个魔刀神技的手柄怎么像一个锅的手柄一样？它这个有三个档位哦，一二三。这把刀是我好不容易从家里面翻出来的哦，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，只有这把刀才必备的。这个刀真的很不锋利，大家看一下我用手在上面磨砂都没有事情。我也学那个视频里面拿一个西红柿来试验一下，随时落地哦，连那个皮都没有破。现在我们就来试一下这个磨刀神器，我已经磨了好几下了啊，现在我们再来试一下。连那个笔都没有破。再用一点力。诶，用力是有效果的吗？难道这个是靠砸出来的？我们用这个胡萝卜试一下。这个它也没有断啊，自由落底它是不会断的。我们用力一点。诶，再用力。终于断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他们是砸出来的。我感觉这个磨刀神器完全是个鸡肋，没什么卵用。